本期讲解一个小红书电商无会员模式啊，最新的蓝海项目，带你玩转小红书，小白也可以月入20000块。小红书无会员模式目前属于蓝海中的蓝海。小红书与抖音不同，它是一个种草的平台，种草的行为本身就是具有电商的属性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过程中不需要刷单，不需要做数据，也不需要开车，基本上全部依靠内容自然流量。可以说，除了店铺保证金和发货成本外，其他的都是免费的啊，还有这个人工啊，都是免费的，其他都是免费的。开店的成本不高，投入也低。其次，小红书平台上的人群都相对是比较优质的，支付意识很强啊，转化率也非常高，对新手非常友好，适合学生党、宝妈和所有的互联网新手啊。可复制性很强，收益没有上限。只要你，即使你是个互联网新手，跟着教程来操作的话，也能做得非常好。这是项目的介绍，包括小红书无会员模式的优势啊，开店的准备流程、店铺的设置、产品的选择啊，选品是最核心的一个重点啊，还有养号、找货源、店铺上产品啊、商品发布笔记啊、产品的优化。我们来看一下选品，大家看看，也是讲的非常好的，都是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小红书无啊，这个鼠哈啊，小红鼠无货源电商啊，小红鼠电商无货源啊，或者是电商无货源模式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